Hello， 家人们，这是奇亚籽哈，浆果藕粉，水果捞的哈，水果捞的特别好吃这个。那而且它这个是一包是328克的，特别方便哈，100度的开水冲泡就行了。这是我冲泡好的，然后是芋盐，然后加上这个汤丸是我自己，有点反光哦，来。给你们看一下，特别特别的好吃。你看它浆水果很多啊，你看，超级好吃这个。特别喜欢吃。做代餐特别好，好多人都是喜欢减脂的嘛。然后现在天气热了，个都想要好一个好的身材嘛，然后来冲它一杯，也不用去煮，直接方便。特别有营养。有红枣。这看来是做自己煮的，早餐啊，来一杯最好了。现在人割得很忙，我们早上用100度的热开水，然后烧好，但是这个一定要冷开水稀释它，两勺藕粉大概就两勺水，两勺半水吧稀释，然后再100度用热开水直接冲泡就可以了，冲泡然后就看到有点透明了，然后直接搅搅搅就可以了。嗯。